大门在哪里呀、啊？那边吗？这里是屏东总图里面的成品，书有，但是比较少，大部分都是屏东在地的文艺品。刚刚逛完了成品，现在进来了一楼的展区，嗨。蛮大的，空间蛮大的，那我们就去逛逛吧。现在我们要去哪里？去楼上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